欢迎参赛者火那洪都拉斯应该脚扭了，还真的劈腿，还好吗？应该是有黑拉伤吗？有一点点痛，但为了你们节目没关系，死掉。为了表演呐、啊，所以你们四位有什么事吗？今天什么事？没有事啊，不是有一些来讲坐公车遇到了一些，遇过色狼啊，电车痴汉啊。他们今天要来以他们的才华 PK 那个新进的晚辈。可是我不懂，小钟还有东西可以掏出来吗？有，你要看吗？很多东西可以掏出来，我跟你讲。四位明星，那个我要研究一下刚才讲开场白那个人呢，汉典可以麻烦你用他的气派方法把他介绍进来吗？让我们现在欢迎最受欢迎的制作人米克。有遇过制作人穿长靴来？没有，很少过这么帅的。没有了，我们一般都是陈伟霆才会这样穿呢。我也打完野战的时候，对啊，出外景也没有这样穿。对啊，你干嘛打扮得像明星啊？没有，因为精神很不好，所以要穿让大家看起来精神好一点。我觉得你可以出道，你比什么梁鹤群啊、沈玉琳好太多啦。对啊，很帅，好笑，又行啊，又好笑，声音又好听。对啊，小钟他也比你好很多。所以你知道你们今天要被晚辈挑战吗？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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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你们讲了一些你们的才华，我们才知道有一些事情跟康熙有关的，因为小钟把他学魔术这件事情赖在我们头上，哎，啊，真的吗？说是康熙来了害他学魔术，就是我之前曾经在这里表演过一些小小的魔术，他们就是叹为观止，我就发觉，哎，我是不是他们？哎呀，小 S 跟蔡康永，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一个魔术师？对啊，所以当时是我们表现得很欣赏，对，很惊讶，后来才变得羞辱，是不是？对，魔术事业什么时候要终止啊？我没有想要终止，一直到没有出道具为止。我会一直继续研发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魔术让人家惊奇是很简单，但是要让人家笑是很难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你今天还有真的真的有道理。魔术最早学魔术的是，其实你要变得像刘谦这样不是很难，有道具就可以完成了。怎么样？你要拿玻璃出来？没有，玻璃，你穿到玻璃了吗？穿透玻璃，其实穿透玻璃，那你会吗？我会啊，但是没有玻璃，我怎么穿透嘞？对啊，所以你刚才手在这边摸上，没有要摸什么东西？是痒。他说没有玻璃怎么穿的？大家差点要接脏话。我今天有一个魔术比穿透玻璃更会令人家震惊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又要你要用来给人家穿透两层玻璃吗？那请问 Dancing 姑姑是你要接下来发展的新事业是不是？对，就是 Dancing 姑姑，就是我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 You Dancing Good, I am Dancing Good Good。所以请问这段话结束之后应该要接什么？就是说你会立刻站起来跳舞吗？应该要直接下歌了。
可以接导播，没有接好，再次再给导播一次机会，快导播，一下你就要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这样算是失败嘛？对，但我随时随地会，因为我现在会。哎，今晚我会追一个新的舞步嘛，像韩国最流行的舞，我也知道，他们叫 Bobby 舞，哦，他们就是这样 ，Bobby Bobby。来，小钟重来，从那个你 Dancing Good 来，然后再去一套的哈。You Dancing Good? Yes. I'm Dancing Good Good. 好可怜。是完全不来的，对对对，垫一些话，垫一些话，太好了 ，OK， 在电视上第一次表演，对，从来没有在任何节目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而且是带三个 dancer， 这样带三个，他们看过一次就会跳，会的，来，请转身，好，右 ，music， are you ready？ I'm ready。没有反应，好低级。你如果想退出演艺圈，你就直讲嘛，不要玩笑。对，你就退出，你一个人讲，不要把我们上面拖下来。这还蛮好玩的啊。所以刚才这个也是一个节目哦。对对对，也是一个节目啊。那已经把你今天要表演的才华用掉了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有更厉害的。我今天没有让你们笑的话，我真的退出演艺圈了。哎，我今天就不要笑，不笑，太想很难过了。最好来的这个新的素人能够强一点。今天空气来了，请来四位演艺圈的前辈来接受素人的 PK 才艺。究竟这些人能否打败天杯，顺利的进入演艺圈？来，赶快来进行咱们的后浪擂台 PK 赛。陈汉典，帮我们欢迎第一组挑战者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第一组飞轮海。飞轮海，究竟他们会拿出什么样的才艺来 PK 四位前辈呢？洪都阿斯，你看这两位的话，会觉得他们长得像可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吗？有，怎么样？你这是遮啊你们！我觉得阿飞跟洪都拉斯蛮类似的啊。啊？那不是同一型的脸吗？那阿飞是干嘛的嘞？白天在教魔术，晚上在卖魔术。你是魔术专家？你是真正的魔术师？所以小钟有去跟你买过道具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在高雄。那你有看过小钟的魔术表演吗？有。他那个鼻屎那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。很好，我在魔术界是很有名的。那个道具大概多少钱？台币要不要超过50块？绝对超过。大概多少？我那个一定500有吧？爱心就要380了。爱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说的？谁会讲出来？爱心要380。变出一个爱心要380，现在就可以变成爱心了。你说爱心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个爱心。这个不用380哈，对，他的那是比较便宜的，这比较便宜的，还是有山寨的，这个是比较便宜的。这个多少？哎呦，这个好像200而已。啊，200才买，你买贵了啦！啊，我耳朵哎，买1000嘞。你们长得一样哎，他们两个已经开始 PK 了，是不是？一样的 ，PK 了，那不用抢了。耳朵。飞轮海要抽一个他们挑战的对象，你们心里有怕的人吗？那个大凯，你要自己抽还是要小 S 帮你抽 ？S 姐帮我们抽好了。你觉得今天谁看起来是最强的？谁哦？小钟哥吧。Tempo 来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晚辈先上场了，飞轮海加油！大
家好，我是阿飞，我是大凯，我们是飞轮凯。康熙真心话，请问全世界最好看的节目是《康熙来了》？全世界最美丽的主持人是小 S。啊？什么？烂梗啊！小众用过6万次了啦。哦，最美丽的主持人是小 S。大声一点！最美丽的主持人是小 S。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主持人是谁？蔡康永。用唱的。蔡康永。所以说啦，书中自有什么？黄金屋。这是面包，不是黄金。吃完面包吃香蕉，香蕉。我现在不准你再从口袋里拿出任何海绵道具了。好，为什么上康熙来了这么重要的节目没有刮胡子？还好我有带刮胡刀。嗯？为什么他没有变成刮胡刀？是因为他还没有装原厂保护膜。刮胡刀，香蕉牌电动刮胡刀，面包牌电动刮胡刀。我有电话，哎，哦，要 ending 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飞轮凯，我是大凯，他是阿飞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你按灯了，小姐。因为前面很难看啊，可是他们一直称赞你是最美丽的主持人啊。可是整个气氛很尴尬，你不觉得？所以到什么时候变好的？就是后面有发出一个好像是他自己字体发出的那个，是刮胡刀那边变好的吗？刮胡刀的声音，我觉得刮胡刀那个 idea 蛮好的，而且那个道具我一直想进，等一下可以卖我吗？金子宝男，阿飞，请问一下，那个是口技吗？对，是我。所以可不可以再弄一次我看看？他是口技哎，那个声音不是。好厉害！这个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很像，好厉害！你身体发出来的声音，对，他有一颗那个啦。钟哥要挑战刚才这个晚辈表演的魔术。而且其实我今天变成魔术有点危险性，因为我要请到我们灵界的朋友来帮忙。哎呦，很爱铺路哎，可以填道具很简陋哎。干嘛？没有人要帮你拿。为什么每次魔术前都要铺路？你就不能让我们自己这样自然？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哈。是的，小钟，我们两个如果都按红灯，表演就结束了。我知道。那我觉得厉害的魔术，你先用口才吧，你。厉害的魔术就是信手拈来的，我可能需要一个这个写大字报的这个奇异笔。OK， 我来这边随便找一个。好。这里有一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可以看一下哈，一堆。对啊对啊，有看到哈，我就随便挑一个，随便就这一支啊。我觉得刚才那个魔术师好干脆啊，对啊，讲话，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啰嗦。你不怕你回来的时候红灯已经亮了吗？等我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谁有10块钱借我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10块？我有，这边，20个不够，哦，10块就好。这是洪都拉斯的10块，绝对就是真正的10块哦。那可不可以麻烦这个 S 姐出来一下？哇，可是我要按这个哎。来，接下来就把你的名字写在这白布上面，写一个信就好了。好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画个爱心好。好。接下来，老师林毅的音乐，谢谢。他可以回来了吗？他可以站在这里看。哇，站住了耶！还没啦。我可以请到林健的朋友来帮助我，笔仙来帮助我，因为笔大家都知道有笔仙嘛，蝶有蝶仙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我把钱放在这边，10块铜板放在笔的上面。好，我可以不借助任何外力，10块钱就会掉下来。你一定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，接下来我要请神上来了。啊，注意，让开来。林的音乐老师，谢谢。不是，再一次，不然人家以为你摆到快掉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讲话，不然我还可以再一次啊。刚刚觉得可能会有用线拉或什么，对啊，完全把它隔离，哇，绝缘就对了，上下
都不可能的。OK， 你手抖什么？手抖什么？我想玩游戏，别紧张，被按干了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对。哦，玻璃杯都有。这念力要更强一点。杀！啊！杀！啊！哎，真的耶！厉害，梅姐呀！厉害！小钟虽然很神奇，可是很难看呢。不好看吗？我觉得那个 BBB 的比较好看呢。啊，惨了！你激怒到我了！来来来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来，有什么？有怪的来，有怪的，有东西来来，生气生气！你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！我先好。爱人先爱先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很少在变这个扑克牌的魔术，因为我觉得很逊嘛。厉害！但是我觉得我扑克牌魔术要把它往上叠，这是我预言的一个魔术。来，你抱这张纸拿着，我就预言好了。嗯，九份预言哦。然后你随时喊停哦。停。所以你停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张是你要的，来拿着。我眼睛闭着。我要不要看啊？然后你看，然后我眼睛闭着，你给镜头看。看好了吗？镜头。看好了哈。还没。还没。镜头要怎么回答？还没啊！我说你看好了没？还没。镜头照好了没？太久了。镜头照好了没啊？好了，不要再整他了，弟弟。那一张对不对？其实我刚刚已经预言到你会抽这一张了。怎么可能？不相信对不对？你打开，然后给镜头看，我是不是已经预言到你会抽这一张？有没有那一张的牌？有没有？什么？好像没有哎。没有吗？我写那么多还没有。这张纸来，没有吗？带我这张纸哦，拍好，好不好？有综艺进来吗？哦，是不是红心七？哦，是哎。哇！厉害！可以存的，哇，果然很贵。然后还收他们没按，然后会。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？其实我最大梗在后面，就在这里。过了，好可怜。四个助理，快点！好，压箱子，压箱子。好来了，哦，这个厉害了，哦，哇，这个这是让汉典来帮忙一下，这很恐怖，这很恐怖。汉典真的吗？有危险性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出来出来。他就交代贴了一个马铃薯罐吗？注意哦，来，你手这样子，这样。汉典加油！你手上已经有一颗扑克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有吗？有，说有。洗你的扑克牌，洗你的扑克牌。哎呦，五成哦，你连名都有，难守风景，洗得很乱了，对不对？你抽一张牌，你给我要看吗？给看镜头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来机，拍到拍到拍到，好 OK， 耐搞看，好拍到了，好 OK， 好看到。然后接下来放在你左耳这个地方，左耳。你们在吵陈恨典吗？接下来我要把你这张牌用我的这个我最近新养的一个宝贝，把你的牌叼过来。真的吗？注意哦，小心哦。来哦，三二一。你说你拿到耳旁边那张牌是什么？你跟大家讲，随便讲一个，红心 A， 红心 A 对不对？红心 A， 真的还假的啊？哎，不可能，如果这个太夸张了。经过我搓牌之后，红心 A 变成黑桃 A 了。这个看不正经。
苦哎，你看他要折多久、啊？折多久、啊？折很久。哎，诺诺，为什么那个罐子那么简陋啊？哎，越简就是我喜欢从生活上取材。他这个已经玩过十几次，有点坏了啦，有点旧了啦。省钱啦，省钱啦。现在都不是这样子。那东西飞那么慢，我竟然还吓到。整个就是很无赖的一个表演，还有个乱灯哦，没有 ，OK 吧？我们一定要让你赢啊，不然你一直拿新的东西出来，我们烦死了。人家问题有60几题，你今天空了哈，你空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对，用完了，好辛苦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我们介绍第二组挑战者，女士们、来的先生们，让我们欢迎小弟弟三叔跟雷声。小弟弟双人搭档演出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压箱宝绝活？请问你们走的路线是？也是模仿。那第一首你是干嘛的？个人比较希望走主持方面。对，好 ，OK。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怎么了？你是大吼大叫吗？声音沙哑，喝酒太多、哦。有一点点。哎，我不要抽签了。哇哦，谁要抽？是自己要抽还是自己抽吧？哈，好。来给我们看 ，no 完了完了，你们抽到一支 no no， 那三猪跟 Diesel 你们要先上场了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 Diesel， 我是双 D， 我们是小 D D， 三猪，是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康熙来了。因为康熙来了，听说上过一次就是一个咖了，而且今天还有四位谐星的前辈在这边，尤其黄登辉是你的偶像嘛，因为以模仿著称，所以首先第一位英文补教名师赖世雄，大家好，我是来势汹汹的赖世雄啊，对，很多人问老师说 liver 跟 level 差在哪里 ，liver 是肝脏 ，L I V E。对 ，level 是等级的意思，所以这样赵正平，你懂了吗？歌王杨宗纬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宗纬，我。哎，宗纬，你怎么在哭？是洋葱，我加了洋葱。如果你愿意尝一尝一尝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流泪。来，星光评审黄。大伟，来哦，来来来来来 ，OK OK OK， 城市一片漆黑，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爱着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表演就到这边结束。我是 Diesel， 他是索拉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没了。没了耶！没了，你们相信吗？在期待耶！对啊，最后还有浪姐旁边是刮阿浪石而已啊。两位先坐好，我们听一下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结束很突兀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有开车，但是没有停车呢。黄大伟说在连歌声外貌整个都不像。山猪，你知道你到黄大伟的时候 S 就按钮了，那为什么选赖老师呢？赖老师就是想要研究一下，对。你这让我很难收场哎。他的模仿好像有郭子乾的那个。哎，我现在可以体会你刚才说的那段话的意思了。对哈，就是那个。像他，你如果模仿的话，像补教老师，还有一位也很有名的，就是 Hello everybody， I'm your champion Tony Chen。Oh, I know everybody have lucky night, but I want to say something. I love you. Do you love me? Okay, thank you, thank you. Tony Chen。这个比较明显，比较有点疯狂啊。对对，他说你找到的模仿的这些角色一定要很有特色。好，那怎么办？他们打不过 NONO 哎。不一定 ，NONO 哥还没表演啊。NONO， 我的，那我跳一支麦克笔。我表演过了。好，陈立你，我们要欢迎 NONO 哥上场。陈汉典右眼。哎，
真的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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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功夫啊，真的才艺耶，对对，才艺好厉害哎，泰迪你不是要拿在手上吗？没有没有，再再我快点放在你的右耳，快点，我先试一下，好，小的，小的也可以吗？这很难哎，哇，不会杀了今天的参赛者吗？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穿过哎，穿过去。你现在再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还差半点，是绝对半点。哎，老位置，哎，没事啦，不是，我想到了，想到了，球往上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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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较危险，移动吧，厉害哦！用人的手拿着，好，好不好？陈汉典，要陈汉典，来点，谁敢啊？我不敢啦，王登辉吗？我自己的，不要啦，比较之前的啦，王登辉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拿大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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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不危险。他放在哪里？对呀，他小的都瞄不准。不要玩天呐！我刚才还在那么恐怖了吗？对，不要玩那么大了，诺诺，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变呐！不要啦，哇塞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哎，你们你要干嘛？错了，还没表演，我好不容易演到猛甲，快点快点，哎呦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想得了想得了，放高一点放高一点，烂透了，太疯狂了，哎，真的猛演呢，不要玩用啦，刚刚已经表演得很好了，不要啦，他才刚开始走红哎，哇，很大，反正路人输定了，不是哎。哎，后面的不是，等一下，他会瞧，他会瞧了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两边。我在这里啊，有请。再右边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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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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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高一点，对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呐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对，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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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高一点，对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高一点。准心调一下，准心调一下。哦，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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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来喽，来喽。不是蒙住眼睛，为什么还调准心？好长的，好可怕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！哇！水！哇！水！水！好厉害！这样走哎，厉害厉害。我觉得我们会把路人逼太紧啊。太强。其实模仿还是蛮好看的啦。是啊。至少不会死人啦！欢迎下一组。哇哦，接下来这一组呢要仔细听了，我们欢迎卡道新娃耶！卡道新看人装扮，想必今天有备而来，要来踢馆啦！什么叫做卡道新？因为我叫卡古，我是阿新，对，所以我们是卡道新。卡古，你是干嘛的？就我现在没有在上班，也是为了要进演艺圈吗？算是在花积蓄哦。对啊，在花积蓄，家一方面家人也有在支持。OK， 阿星呢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就是我刚从香港回来。对，你香港干嘛？玩吗？做珠宝的工作。做珠宝的工作？干嘛来这里啊？对啊，珠宝上宝贝啊。他做这个，从小就很喜欢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，而且很喜欢一位演艺前辈，谁？绍兴，绍兴。一路是最近才喜欢他，最近因为看到他了吧？你不是从他以前，你不是从他演电影？不是，在场有坐四个，你怎么要讲其中一个啊？你们在讲谁？你再问，快再问一下，再问一下，讲少廷也比较。所以你们要表演加分题，还是要表演中控短剧？中控短剧，中控短剧哦。对，好，那你们要抽签咯。来，抽签剩两张。来，卡古抽签。好，把你抽。来，剩两张来抽。来来来来，啊，几句话，几句话，几句话。王登辉哦，登辉，哦，你输定了。登辉应该最强的，不见得吧？没有错，其实应该坐那里的。没东西了，你要拿东西了，你不要再刺青了。我们不
金龙，陪爸爸讲，陪爸爸讲，你不留恋，给给，就帮他讲吧。啊，我要吃麦当劳啊！想做你要吃麦当劳嘞？你别之前不是跟你讲过，麦当劳是西洋人传来社会物件，是叫小麦人来吃，我不准你去吃哟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你为什么要逼我啊？我跟你逼，之前不是就叫小人，我讲过一句话。谁啊？是的，各位亲爱的来宾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你若是问阿伯是上爱食啥物，阿伯就上爱食就是咱上好的日本料理。伊阿伯就食足侪乌土素，足侪鲔鱼肚，你来看卖，圆圆滚滚足高水。你若是有杀手要甲你抬时阵，你若是有这鲔鱼肚，你绝对会当换位置，大哥，对不对？好厉害！来来来，表弟有调清楚无？你不要暗下我。爸，歹势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要吃麦当劳啦！麦当劳，你紧张动作，你太助理了，你讲什么？啊！麦当劳，你改去吃了？啊！我改去吃沙西米啊！为什么这么多樱花？结束了，还蛮完整的耶！谢谢。而且当中那个阿碧那个部分那个西装很好玩哎，我们那个是当作是那个监狱的那个两只监狱的棒，好深刻的一个演出哦，哇，好有创意哦，哎，可是他会模仿那个主席耶，是是是，而且我觉得凤小岳也模仿的很像，对啊，尤其那什么不要逼我那个好像，是的，是的，不要逼我。怎么办？你演的电影已经有人开始模仿，所以我看到他我会怕啊！不要干什么？不要！不要！超人，你超人，你超人！把他嘴封起来！不要！把他嘴封起来！不要演了！你模仿的好不像，你就是你自己啊！不最像了吧？我应该是模仿最像的那个了。像？你怎么能演自己呢？甚至不武啊！哎，我这算 OK 耶！达到新成功，谢谢。那会直接判他输哦。哎，我这次来是带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还邀请到了我们的亚洲天团合唱团，嗯哈哈来帮我伴奏。嗯，有吗？我先看你前面唱的怎样，不然我会对坏了我的名声啊！对啊，对对对，明哲保身。对啊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刚才卡拉星没有被按红灯哦，所以如果你被按红灯，你就输喽。哦好，有一颗一颗就输哦。是黄灯会吗？对啊对啊，加油加油！这首歌曲呢，是为了今天比赛特地写的，主题就是一首鸟歌，英文名字叫做 This is Bird Song 之康熙，人家家都爱看康熙。来，哎，那个嗯哈哈可以开始了，你快点唱。嗯哈哈可以开始，妈妈不在家，家家都爱看康熙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无聊，写了一首烂歌。还没唱到重点，你到康熙的时候就已经不押韵了，没有押韵，前面不是妈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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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进副歌之后后面会凹回来，可是你们量太快了。我们不要浪费人生吧。不行啊，因为要唱回来，我的爆点在后面呢。不是，真的没有没有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不要妈哈了，不要妈哈。对啊，因为你这样害了我。接来好不好？把刚刚那个有妈哈的剪掉。对，那我直接从副歌。你觉得他有逼你听吗？不要逼我。金牛团。直接唱爆点好不好？是是是是是。OK。我咖喱马西达。达达达赖喇嘛，妈妈妈妈不在家，家家都爱看康熙来了。谢谢来宾，掌声鼓励。好有爱哦！
刚才《猛甲》的主演者之一陈汉典看到了那个太子的模仿以后，他觉得很不甘心，所以他接下来要用新的方法来介绍下一组入场者。好，让我们猜是谁？来酝酿一下。叫做小薇，小薇一个人来唱主修，想必一定有十足的把握要打败对手。小薇是一个人是不是？对，我一个人。对不起，我刚才他还在情绪中。可恶！小薇今天是一个人哦。对，是准备挑战洪都拉斯先生吗？啊，我很喜欢洪都拉斯。对对对。OK， 小薇上场喽，好，加油。好。大家好，你们白地过来。今日来到这就是要介绍咱即马演艺圈上青衣的。最近带七仔转去困觉，抓到，搁叫伊做感情着。来，咱播声歌者，介绍一下我亚洲金曲歌王黄立行播声歌来者。模仿是靠脸，因为他是银在，本来就有点像他，对，本来就长得像，天生。怎么办？因为这样算厉害还是不厉害？因为比你像哎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的肢体很像，因为而且他还有做这个，然后他这个他细节好像，对，他脸很像。陈汉典他模仿好像胜过你，但是声音的部分可能要加强。没有啊，他弄一下好多。没有，因为黄立行他讲话会有一点会抖。你不像，不像。等一下，我都还没有开始讲。出声，你要出声，赶快出声，赶快出声。你的声音我们看看。我哥哥也是我，我哥哥也是我，还不错。不错，没有声音。对啊，有他的声音，但是他肢体很棒。你可以把他那个学去。对，你的肢体跟脸很棒。好，夏薇，谢谢你，要请坐。洪哥的地位你应该比较不好，就像嘲笑小钟那样。可是因为他要今天要表现的表演的东西，我光是看到字我就已经有点不是很想看。真的吗？你敢按他灯吗？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们都洪都拉斯，我们敢按你灯，来吧。不然。一试，飞，哎，好厉害哦！你真的好厉害！结束了是不是？还有 ，Number Two， 扯铃不厉害了，扯铃不厉害，扯什么厉害？对，扯蛋最厉害，不是扯锅盖。好，厉害了吧？这很难平衡，要哭了啦。什么啊？就没看过，我扯起来了，没看过，我不是很想看这个了耶。这个也可以用雨伞。
爱看哲林啊。你不爱看哲林啊？好，那我们拿一个最你最喜欢看的来好了。嗯？我不要看胡琴啊。胡琴会打招呼哎。不要跟胡琴讲话。不管了，胡琴一定要讲一下话啦。这是老艺人通常会在表演的东西耶。不管，你先闭着眼睛要不要看完？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你好吗？没戏啊你！我们真的要还是要有点才华。好多话的一个胡琴哦。为大家演奏一首。又想起。望春风。哦哦。嗯？你也跳舞了？不准。不是，全断了。形式上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才艺，我今天不表演我还不相信。吉他，我跟你讲，我才很多。你看我这吉他，管你谁的，为大家演唱一首《稻香》。我觉得你可以做 ending 祝福大家的。好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